参加过最难忘的一次婚礼，这姑爷不错。废话，不好我能把闺女嫁给他吗？知古吧，老朱啊，都在横竖挑眼着那会儿。哎，真的，我来介绍一下男女双方的家人。首先是女方的父亲朱棣先生。 这边是男方的家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欣的妹妹何乐。啊，我妹妹哦，妹妹是吧？何欣先生，你愿意娶朱棣小姐为妻，此生共离不弃，紧紧相随。 不管贫穷富有、生病，还是健康，始终相伴吧。我何欣在这里发誓，今生今世，诸珠不管是贫穷，或是富有，生病，或是健康，我都将一生一世的和他在一起，直到永远。 愿意不愿意啊？我愿意，愿意吗？朱朱小姐，您愿意嫁给何欣先生为妻，一辈子不离不弃，紧紧相随，不管是生病还是健康，贫穷还是富裕，始终相伴吗？我愿意。他说他愿意。 下面男女双方交换婚戒。阿姨，这儿呢，你们可来了，他们都要交换戒指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我都来，你怕什么呀？走啊！我不进去了，阿姨。快点吧，您，我不进去了，您快去吧，快点。 怎么回事啊？拉什么拉？全部给他停！滚回去！让开！不是，何欣，你结婚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不告诉爸妈呢？是谁教你？是不是他教你的？啊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是我教你的？你干嘛呢？跟这。
喊。阿姨，对不起，这么大的事儿我们没通知您，是我们不对。我上次跟你怎么说来的啊？我就知道你不会跟我儿子说的不对，就为了这么一个贱人，你把妈妈都忘了。你说什么呢？谁是贱人？她是我媳妇。贱人，她是我媳妇。那你对她客气点。怎么个客气啊？啊，我凭什么跟她客气啊？客气。这人是谁呀？我妈。何欣他妈呀。他妈。哟哟哟，哎呦，这不是那摆地摊的那大骗子吗？是冤家路窄呀！你怎么串这儿来了呀？爸，啊，什么情况？他是你爸，何欣，你居然把这个骗子的女儿要娶回家，我跟你说什么好呢？不是，你说谁是骗子呢？啊？这个人就你旁边这个人，骗子，大骗子！我旁边那人是谁？没礼貌！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他是谁啊？朱建骗子，大骗子！怎么啊？我告诉你，他就是大骗子，蹲了3年监狱，你再跟我说一遍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跟我说一遍，怎么了？再说一遍！哎，你别跟我妈说话，我给你急了。再说一遍，怎么了？别激动，过来。就是个大骗子，怎么了？还组团来骗我？妈，你别一口一句骗子的。这位大婶啊，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您呢，干脆说清楚，我们老朱的闺女怎么骗你们家儿子了，摆在桌面上，也不用藏着掖着，还有什么都说出来，你说。哎呦，大骗子，您这怎么着了？啊，组团来骗我儿子是不是？你甭想骗我，我告诉你，不是想听吗？好。我还有证人，有证据，来把证人给我请过来，来把那女孩给我叫过来。什么证人？来，怎么这么复杂？这哪？你们都不知道吧？过年摆地摊还是骗子？什么人啊？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小姐呢是叫于娜，哎，圣马克医院的于医生。于娜，你是跟我怎么说的？跟大家好，大声说，说清楚。就是台上这个新娘。他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给他出一份假的体检报告，证明他有宫颈癌。宫颈癌？他说的都是胡话，这个女人我根本就不认识。你胡说！我跟师姐一块体检的，我们根本没有见过她呀。有你什么？你别呆着，她就是骗婚的。你们都被她骗了，她给你们的报告是假的。这份报告是真的。哥哥，看好了，我们都有证明，好好看清楚了啊！看你们啊，看你们，肯定有证明啊！没事，没事，我说没事吗？我说咱，我说嘛，没问题。咱老朱家不能这么倒霉啊！就是啊，前面没干过的缺德事儿，你是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是不是？干嘛呢，妈？你太过分了，你！这是个骗你，你干嘛呀，妈？你太过分了，你！这是真的吗？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何欣，你被他骗了，还是个骗子。这个报告是真的。这报告才是真的。对，这是真的，你相信我。他求了我好半天，我实在是拗不过他。他跟我说，他老公有婚外恋，他想挽回他老公的心。然后我实在是拗不过他，我就答应帮他这个忙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想骗婚啊。这人在说什么？他在胡说。这个人是谁？我都不认识啊。他装的可怜兮兮的那一样，你我真的不认识他。骗婚，何欣，你的意思是？之前的那个是假的，对，他是假的。何欣，你被他骗了，他是个骗子。这份才是真的。对，明白了。
这份才是真的。苍天有眼，猪猪，也就是说，咱没病，咱什么病都没有，咱好着呢。婚礼还举行不举行了？当然举行了，当然举行了，走运。什么？这叫你妈给轰走了啊！玲玲啊，这婚还结吗？结啊！那是不可能的。叔叔，爸，爸，这不可能的。爸，爸，老朱，老朱，老朱，干什么这是？老朱。何心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这脑子是不是有毛病了呀？我是你亲妈，我说什么你都不听，对不对？你就听那女人的话是吗？啊，我难道我还能害你吗？妈，你糊涂，你真糊涂，你不光中了敌人的奸计，你还给他当帮凶，你害死你儿子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呦，气死我了！于娜是什么人啊？你敢信她？你忘了三年前我跟她怎么分的手？她当着我的面上了别人的宝马车，你忘了？她以为我是个穷小子，对不对？她是个拜金女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怎么能信她呢？这一切全都是她一手策划的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从一开始就是她把猪猪的这个体检报告调了包。切，为什么呢？他想让我跟猪猪分手，他想让我嫌弃他，他得了癌症，结果没成想，我更快的娶了猪猪，他这一计不成又生了二计，所以，这才编出一套谎话来骗咱们，你还真信了？哎呀，真是亲者痛，仇者快呀！妈，你怎么就这么糊涂？我跟你说不明白嘛，就啊，这样，妈。今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！你虽然把我的婚礼给搅和了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家猪猪没病，好着呢，这我就开心了，啊，儿子就开心了，明不明白？我希望，下次我补办婚礼的时候，你不要再横加阻拦了，行吗？如果你要再横加阻拦的话，我可就真跟你翻脸了。怎么样？难道你还想跟我断绝关系吗？啊，你就为了这么一个女人，是不是还想下次补办婚礼？门都没有！何心，你给我听好了。妈，那我说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呢？你为什么是非不分呢？中间不变呢？你，我错了吗？难道我为我错吗？我这都是为你好。我上厕所去。白养你了！我告诉你，何心，你给我听好了。你还说人家于娜这不好那不好啊？凭什么呀？人家还不是念着你跟他的旧情上吗？真是的！你别跟我玩手机了，你听见没有？刚才我这都是为了他好，你看看太没良心了！今天是在那个婚礼上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我伤成什么样啊？我还是他亲妈呢，对不对呀？还有，你看那个王叔家，人家是有钱，你再看人家那儿子对妈什么态度，你再看人家那女儿，你看看你们俩，啊，我跟你说什么，你看你就跟没听一样。不是，怎么跟我又扯上关系了啊？你今天去人婚礼，一口一句流氓的，你像话吗？还说我们，什么叫我怎么我还不是为了保护你们俩吗？对不对呀？啊，这都是没良心，你们。